完成团长热身，团长。完成团长热身才有资格获得属于团长的绶带和小旗儿哦。地理题，二十秒内说出10个世界著名旅游景点。哎呀妈呀！哎呀，怎么脑子出问题了？哎呀，怎么脑子不行了？哎呀，等一下啊，20秒说10个。哎呀，完了！世界著名旅游景点，峨眉山、乐山大佛。哎呀妈呀，青城山，怎么全是我们那儿的？还有哪里啊？还有，世界之窗，在湖南，去里面可以看到好多景点。哎呀，你们去世界之窗看一下，里面好多的，就是它旁边就有湖南卫视旁边就是世界之窗，还有什么来着？哎呀妈，脑子不行了。哎呀妈，等一下。趵突泉，什么呀？我们去过哪里？哎呀，亲自去好多地方，我怎么一下想不起来了？啊，长城，不到长城，非好汉。故宫、颐和园、东方明珠，西湖、苏州园林，全说的是中国的。恭喜娜姐完成了暖身题。耶、yeah ！妻子的浪漫旅行团团长。小琴儿，哎，朋友们，这边请。大家好，乐山大佛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亲爱的娜团长，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第3季即将启程，现诚邀娜团长温暖回归，带领妻子团开启一段没有老公独属于妻子们的浪漫之旅。